核一厂干事组成的环境影响评估开了17次会议，委员们一再要求台电要补足资料，但是连发包干事组成工程这么大一件事，到了第二届委员即将要卸任了，台电人员才坦承是发包给核研所所做的。环评委员说，这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怎么可以让监督台电的单位拿台电的钱为台电做事？在美国，高阶核能废料的处理干式储存厂有非常多的公司在承包，那我一直很怀疑，为什么原子能委员会只有跟一家来签约？那也许是因为那一家可以帮我们取得执照或什么的，但是之后的执行单位竟然是原子能委员会下面的核能研究所，这样怎么去监督？你一个监督的单位还要去做执行的工作，这整个设计就是让整个制度非常混乱，然后没有办法监督，然后又有一些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让人非常错愕的一个政策。在做干式储存厂的非常多的公司，为什么你们只找一家？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案子我们过去也是公开招标。好，那当然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那我们过去招标也是国际标，但是4次，都到最后都招标没有成功了。那因为这个计划的这个时程就越来越紧迫。后来那个我们没，就是原领政府才过关，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次，那我们就是因为可以说过去对干式储存这一部分有一些研究。另外，像是先后进行了2年的健康安全风险评估，台电也推脱其词，说是档案太大没有上网，也没有拿来给环境影响评估委员看过，让整个环评会议如同讨资料大会。我们要那个健康风险的那个资料要了2年，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啊。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委员会或者相关单位现在去准备我们笔记型电脑，如果要上网的话，上网这么快可以找到，下面可以找到，一在真的我们委员在发问的时候，赶快把资料调出来，等一下就可以再做现场做报告了。好，以上，谢谢。台电现在是不是有限制？因为刚刚听你们讲，好像就是各个事项都完成，所以已经放在网络上，或者用笔记本电脑起来到现场去，让我们跑这边来开会。我再澄清一下哈，这个东西我们去年有报过原委会，而且10月18号在举行资商会议的时候，我想几个委员也都在场，我们也都做过简报哈。那这两份报告我们有呈报原委会，可是原委会并没有把它 post 在网页上。更夸张的是，负责监督的全责单位原能会由核研所来承包了台电的干式储存工程，不仅一再说台电的好话，还当场包养台电做了很多事，让列席的当地居民听不下去。那只是说在这里想要特别的建议台电公司，其实应该是在这些问题上面，事实上台电公司做很多了，那为什么得不到委员的一个至少哦？转去公平差了耶，转去公平差兄弟了。核研所，你们也只有监察办这个，那这一部分，原能会是核研所，他们都已经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核研所的员工支援原能会管制作业，基本上他就不能去来啊，参加这个支援。这个问题跟监察院解释嘛，这个跟我解释，跟监察院。你注定啊，你不要变啊，那苏州是天南江华案，哎呦，那对，你先讲。那轮胎这一步，我想等一下我们到现场啊。你莫讲，跟你娘的孙拢天天来玩家大。那另外那个杨，没事没事。他有关心的，就是说，像德国是北方是建在室内啊。都讲北菜，都讲有西洋切削。那是因为他用的是进。什么削？我都敢讲，西洋不一样。木箱，那我们这个不铝木箱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是金属。反正你换土就对了，换不传你们家家，那个空间还是有问题。苏宁苏宁哦，这讲啊讲啊哟，苏宁朋友哦，我拢跟你拍照，但是我跟你好好话跟你讲，你们别听，你们干嘛做？我再三喊你，拍照不干，嘛不你发达，我把你拿去做啊。
和一场干式储存环评会议最令人匪夷所思之处，是代表环保署的监督总队副总队长杨素娥做的结论，是要台电再补足资料，并说环评不论及核安，让在场专业人士傻眼，环评怎么能不谈环境辐射安全？我们今天的会议结论到底是什么？你刚刚说二十四页里面的员工会九十七年十月十日时候通过并立一个什么一起报告，环发核发本设施建造建造执照。三角断层，我说影响那个时候龚飞燕，我跟你说影响。在环评马总统当选那一年的年底，中央调查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网站上公布，三角断层是活动断层，就从核一核二厂中间穿过去。报告这个部分哈，不是环评监督要去决定的事情啊。我们的根据就是说，只要他有向原能会报，就符合环评监督。那原能会求于建材烟台们自己发的执照是？自己接受委托，自己跟台电拿了钱，然后自己发了执照，我们都不管。这样的环评过了就算了，我们督察总队就是这样在督察的。也不是，就是说他有做到这个程序啊，就符合环评。那原来会不管三角断层，那个中央地质调查所一边公布三角断层活动断层，他一边给执照。台电你要重视去考虑吧。啊，这样子我们督察总队安尼都 OK。都没问题，我不怪当时的环评委，因为那时候还在环评通过的时候不知道有三角断层跟活动断层。那现在不只是40公里，现在变114公里，而且搞不好110公里还要长，没有任何人去 care 这个事情。原来会台电我们环保署督察总队文风不够，把它当成没这回事，然后继续做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核安吗？对于荒腔走板的核一厂干式储存环评过程，新北市核安监督委员陈习南认为，在时空背景因素完全不同，又有新的断层调查结果出炉，实在不应该草率做出结论。环评委员会更不可以落为成为台电和原能会背书的机制。新北市核安监督委员会将提出严正抗议，要求重新评估干式储存的各种环境风险。